得不公平啊。对。那我们再给一点东西吧。我们再给一个面包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全部人帮我起立。相信大家应该都打起精神了吧？对。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好像肚子空空的？是不是饿了？对。我们小三是不是还没饿？大声一点啊！想不想吃早餐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请我们冒险家跟着我们的交通工具人。听着我们交通工具人指示，谁啊？先不要动，停在原地，不要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执行。11:31，请第一小队分。